拼演技的时候到了，先留好后路。你还操心别人，自己也够呛，知道吗？这是神医，老大狗胆敢来蒙我！哼，萧宗主一看金之琴，貌似绝对不会退让，而萧宗大长老立为孙女，如果真的是萧宗大长老出事，不要说一个秦府主，所有皇室巡抚加起来，恐怕也。